二哥，天涯何处无芳草，何必单恋一枝花呀、啊？到点了，来干饭。二哥不知道今天来没来，干饭不积极，思想有问题。我看你这两思想就有问题。你都一天啊，你心里有点数吧？小嘴一天叭叭减肥减肥的。二哥来了吗？还没来啊？怎么的？找他去，上家。上咱家？你这还能不住了？这一天一天整的。行，你跟你嫂子你俩去不行？行个爱呀、啊！你就为点事儿，兄弟都不处了。说的啥？一天开机十小时不香？我跟你说。你咋不去？我骑电动车去。我载你啊。啊？你拉倒吧！我骑上你了我自己骑准去。我自己下去了。你怎么下去？我怎么骑自行车下去？到了。这二哥家，是吧？二哥呢？来家吃饭。我二哥呢？在哪？啊？啊？不知道。在哪家？在哪家？在哪家？真是那个家。啊，咋了？我给你介绍，这就是二哥的父亲，这是我四哥。你这什么辈儿论呢？你好说。没来家，没来家，没来家，啊啊，还一张嘛哈，回来一趟啊，啊，回来一趟，我正好来那拔草，拔一下，拔一下，赶上那个大哥，哎、啊，你要我要过生日哈，啊，还请你去吃饭去，不大好，哎呦，啊，那要不然我要你过生日，哦，我要吃饭。还得要拿钱，不用。二哥，别忙，走了。二哥没搁家走的。啊，是啊。怪不得二哥能起早。啊，回家你告诉他上午他去。啊啊，好嘞。啊，走了。啊，那我不到。啊，麻烦你了。没有事儿，没有事儿啊，没有事儿啊。不是，昨儿刚回家了，不知道怎么事儿，过来看看。啊啊啊，好嘞。走了，叔。慢点啊。啊，那你慢点。啊，走了啊。啊，好嘞。二哥一天不搁家待着，看出什么玩意儿？是不是出去散心了？能吗？不到啊！上山了？不到。强骑回来。怎么的？没有电了啊！你打个电话。你给打一个，问问哪去了？这到饭点了，上来吃饭呢。这脾气处直犟哈，怎么犟不行呢？这大的脾气啊，你说怎么说？二哥。上哪去？上你家找你没有人呢？啊，我落心出来溜溜了。那咋了？那这上来到饭点了，上来吃饭呢？我不去，来干饭。这你要过来得了啊？不去。你怎么了？怎么有点那情面啊？我讲就这事儿啊，永远他都不带过去。二哥。天涯何处无芳草，何必单恋一枝花呀？去用点情爱，这哥们都不错了啊！咱们老我俩咋也好，咋俩处呢？小哥俩那是有他没我，有我没他。哎，你再缓两天，你再出去散散心吧啊！上山注意安全啊！你放心，肯定不在这所有的。好了。嗯，好了。你有事上来啊，别不上了啊。好了。嗯。好了。媳妇挺硬气的。这能那么快消气儿？那都。不管了，咱们晚上研究点吃的吧。吃啥？啊？研究。你想吃啥好了？二哥心情不好，我也吃不了一饭。走吧，找小哥去研究吧。走，这事小哥得负全责。对啊，二哥来咱们还有肉吃。小哥自己有点小心思，你看不来吗？有点这事我都不爱吱声，你知道吗？小花能同意，他也不能同意我呢。我都不能同意。本来都朋友都处那么好，你干啥嘛？你插一个，你俩对象，开玩笑呢，可就都跟你玩好，你俩真的。我说小花那么多坏话，跟小哥俩说，我说跟小哥说小花那么多话，他俩在一块不都出来了？坐嘴了，你挺斯文的。
哎，像不像在马戏团里边遛猴？啊，老走，你创上脑了，咱就熟了。对。越看越像。整点什么吃的晚上？啊？没有秦家老爷的实力啊！没有你得人，给咱们这么大的财团给整跑了。是人吗？我觉得好像就相中俺家后面小白菜了。重点弄点大饭包。你弄啊？啊？俩谁弄？我焖饭。你焖饭？啊，那后面有土豆，挖点土豆。行，你家有土豆，土豆哪里去挖？土豆地里去挖，大东北大包饭啊！行，那个大汉堡，对，大包饭，这不得没有肉菜，我不得颠到齐全了吗？看我的菜全张星，全是素的，吃点什么呀？啊，我的菜园，哎呦哥哥，全素的，我这。来，准备出锅。你呀，多少沾点虎气。啊，先拿那个。这个好，这个鸡蛋酱，黄瓜地。放好了。好了，来。炒的好，鸡蛋酱炸也不错。我做饭一绝。哎呦我！蘸酱菜，炸饭包，打钵和饭。哎呦我！现在给你吃啊，素的是也能行，养生。不切呀？切了跟手掐能一个味儿吗？那你小点呗，那你小点呗。照上了，这活儿最好吃。这个还搁这钻呢，这是体力活啊，不管了，下零活料。鸡蛋酱搞里头，哎呦，好滑板的，你能不能干净点？是吧？老板，这碗凉面饭呢？够，够吃的。你能吃了？哎呦，嗯，香不香？啊，是不是比肉香？二哥哥就好。哈哈哈！哈哈！就把二哥给棒，是不是？什么玩意儿？哎呦，这食物都照这里的，盐不完。看我大娘会吃，还搁点金针蘑呢。哈哈！呦。逛你道多山都是江老尼了啊！会吃，这盆干了啊，不许剩啊！你吃几个了？你吃几个了？吃二个。你呢？我都带这个第三个了。一会儿盆底儿见。盆底儿见。过了这吃完，我爸再整一尾。哟，我看你们今天吃了，我一会儿来的。这事儿，咱们就为了这事儿，都给他干了啊！带劲！我看你们的。哎呦！这是什么？嗯。还是生菜包的好。嗯。生菜不脱水的软乎。嗯。生菜不脱水。那白的。那白还不嘴发火了了。赶上老牛。生菜还脆。